早啊，Julie。早，Amber。哎，你这眼镜好有型啊，哪儿买的？品牌送的，你喜欢啊？好看。来，送你。真的？嗯，谢谢Amber。早，Lily。早。今天开会宣布新的执行总编，猜猜看是谁？谁啊？毫无悬念啊，Amber。Amber，她工作时间还没我的四分之一长呢。 Maggie走后啊，最近几期杂志都是由Amber主持策划的，而且发行量超好，广告也创了咱们今年的新高。所以说啊，她做总编是有成绩、有资本的。嗯，这也算成绩吗？我策划的那期专访一直保持着零售低于的记录。Lily啊，大家都知道你跟Amber不和，她要是真的当上了执行总编，你打算怎么办？Amber，她能把我怎么样？ 我相信安卓还是有眼光的，他不会把杂志交给一个没有魄力而且没有经验的人。再说了，就算他当上了，你们会配合他吗？会听他的差遣吗？反正我是不会的。那丽丽，有没有可能是你当总编啊？论资历、论成绩，你也不比他差呀。就是啊，谁知道呢？经过反复考察，现在我宣布。 任命娱乐总监Amber为执行总编。谢谢。总编暂时空缺，散会。丽丽，跟我来一下。 虽然这几期杂志办得有起色，但是并不意味着 Taurus 完全摆脱了困境。各个部门还在按比例裁员，娱乐部这边……我辞职。丽丽，你误会了，我叫你来并不是想让你辞职，而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我之间有私人矛盾，但我并不想影响工作。你是一个很好的编辑，也有很强的策划能力，在工作上也很优秀，也有眼光。 官腔耍得可真动听啊！我还就看不惯这副正宫娘娘的范儿。你以为跟主子有一腿丫头就能变凤凰吗？我告诉你，韩青，打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打心眼里瞧不起你。时尚，它不是你这么玩的。你怎么看我并不重要。既然你要辞职，那我也不挽留，就让市场来检验你我的实力吧。 还记得这只耳环吗？郭丽丽，你是想激怒我吗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会侮辱死者，特别是夏风，你跟我都曾经爱过。我还想告诉你一句：如果你继续以这种方式纪念他，他会变成你的一根刺。 永远留在你心里。那里找你，他提出辞职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他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编辑。 我希望你能，我没有挽留。我希望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这个位子我会让你干三年。如果局面没有好转，你要引入辞职。好，谢谢你的理解，Andrew。
支教结束了，我坐车回家，正好路过钟壁。那一瞬间，我感到生命的速度又开始飞了起来。去啊，下课。哦，同学，请问一下，文学院怎么走？啊，那边前面左拐就是文学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你好，请问有事吗？我想找一下季黄季老师，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办公室啊？哦，他现在不在办公室，他在上课呢。那多久他能回来呢？哎呦，大概得一两个小时之后吧。您是？我是以前江州大学他的同事，正好路过这边，想过来看看他。哟，江州过来的，辛苦辛苦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上里边等他一下。哎，请进请进来。方便吗？哎，没关系的。来，谢谢啊。哎，老师您贵姓啊？我姓陈。哦，陈老师。嗯，季老师他在这边课多吗？嗯，比较多。在江州大学呢也多吗？嗯，挺多的。我以前是他的助教。哦，我们钟壁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你啊是第一个来系里找他的江州人。陈老师和季老师熟吗？熟，我以前在钟壁一中干过，那个时候季黄还在读高中呢。他是钟壁一中的高考状元。那个高中啊，都是矿工子弟，十几年高考都是剃光头的。结果那年突然就考中了一个季黄，而且是全国顶尖名校，这个消息都上了市里的报纸了。季黄在大学里成绩也是很优秀的。那当然了，自从他考上大学以后，钟壁一中就像开了光一样，每年呢都会考中几个。啊，在这一带呢也算是重点高中了。哎，他弟弟也是当年的高考状元，不过呀，为了照顾他妈妈，本来可以上清华的，最后进了我们学院。可惜他妈妈去世了，不然的话，看到这两个儿子这么有出息，该有多高兴啊。是啊，提起这个事挺惨的。季老师的母亲从重病到去世一直住在钟壁人民医院，那期间我也在那儿住院呢，在一个楼层，我们经常碰面的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季家的两个孩子都挺孝顺的，季老师在城里教书顾不上家里，弟弟就留在钟壁。这学习再紧张，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医院陪他妈妈。季老师就更不用说了，见他妈妈肾不行了，自己啊自愿把肾换给他，还说带他到江州动手术。医生约好了，医院联系上了，日子也定好了。哎呀，可惜啊。我也听说了，他妈妈的病情恶化得太快了，还没来得及动手术就……你这是听谁说的呀？听我们系里的老师说的。嗯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才不是这么一回事呢。那是……他妈妈是自己想不开的。那天季老师带着他弟弟刚好看望他，说好了第二天动身去江州的，结果呀当天晚上就出事了，还正赶上这两个孩子有事折回来。可怜季黄两兄弟这么孝顺，没想到见妈妈的最后一面会是这种情景。不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换肾手术成功率还是可以的，他妈妈应该有信心的呀。哎呀，不是担心成功率，他妈妈出事那天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陌生女人打到护士那里的，护士让她去接的。哎，我们猜想是不是这个女人故意让她知道季黄打算肾移植的事情。哎，所以她接完电话以后就去问主治医生，没过十分钟就跳楼了。哎呀，这医院呀也怕担责任，就让季黄问问知道换肾情况的人，后来听说是从江州市打来的电话，就问季黄会不会有认识的人故意把这个事情
透露给他妈妈的，季皇说没有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呀。他妈妈病了这么多年，又有抑郁症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想不开也是有的。陈老师，我有事先走了，谢谢陈老师。是啊，挺惨的。季皇的妈妈虽然一直都病着，但一直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。她的死对两个孩子打击挺大的。听说，她走之前，接到过一个电话。只知道是从江州打来的，女人的声音。哦，谢谢。嗯，不客气。电话多半是我妈打的，这是她做事的风格。你妈也给我妈打电话了。季皇回来了，伯母呢？接过来了。我妈去世了。你没事吧？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我不认为她是一个无私的母亲，她自己病那么重，她明明知道没什么希望，还愿意让自己一个健康的儿子捐出一个器官来。哎，这事儿要是我的话，我打死都不会这样做的。我怎么能选择这样的人当我的亲家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你不要对我们家彩虹再有什么念想。何老师，季老师，我这脚回来就顺路过来看看你。汽车要开了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
我帮你拿吧。你的心力就这么一点，大的已经寄回去了。关老师还好吗？还好，又招了两个博士生。那你还好吗？我就支教啊。我是指学术，这段时间好像没有看到你发表论文。马上就会有的，支教的时候我认认真真憋了一篇长的。不错，还挺用功的。那你呢？你有好好用功吗？还不错。上次那个社科基金那本书快出版了。真的？哪个出版社？中国社会科学。哇，好牛啊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在我们系肯定能评上正教授。可惜就……其实我还挺喜欢在这边教书的，这边的空气让我觉得很亲切。你们系里一定把你当重点吧？他们对我挺不错。哦，这卡还给你。你留着，我不需要。我更不需要啊，你还有个弟弟呢，读书也很花钱的，拿着。真的？我这边的待遇不错。你拿着。好吧。季皇，我知道你妈妈的事了。你觉得电话是我妈打的吗？不清楚。我妈她其实……别谈这个了，彩虹，说点别的吧。你恨我，对吗？不恨。我妈的事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是，毕竟……彩虹，车到了，我送你上车。江姐，啊，我刚下班，我一会儿就去接小文。嗯，好。喂，你好，丽丽啊，我是沈佳荣，沈叔叔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沈叔叔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您是我爸的大学同学，我听说您好像是在美国加州当律师是吧？是啊，我一直在加州，你爸上次来美国的时候啊，还在我家住过几天呢。啊，沈叔叔，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您。我爸爸他……我听说了，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我在欧洲出差，一直没有跟国内联系，所以很晚才知道，不然的话……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等您回来可以过来找我坐坐，或者是我带您去我爸爸墓地看看。嗯，丽丽啊，最近还好吧？还好。你爸说你在时尚杂志当编辑，说你特别能干，
过不了几年一定能当上主编的。我已经辞职不在那儿干了，我打算到上海去发展。有一家叫 Rose 的杂志社对我非常感兴趣，我打算去跟他们的老总面谈一下。那太好了，恭喜了。你爸来我这儿的时候老是说到你，说你继承他当年的不安分、野心大又爱折腾的坏毛病。我跟他说，这哪是坏毛病啊，这是好毛病，有这种毛病的人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。您过奖了，沈叔叔。对了，李爷，我打电话找你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的。什么事啊？你爸住在我家的时候让我陪着他在家中立了一份新遗嘱。你爸在这份遗嘱里呢，明确地表示他要取消在之前立下的任何意愿、托付以及遗嘱附件，他的所有个人财产由他的女儿郭丽丽继承。可是我姑妈那边有一份我爸公证过的遗嘱，上面写得很明白，是由他妹妹继承所有的财产。您的那份是外国的，这管用吗？加州的这份遗嘱也是经过当地公证机关证明过的，而且还经过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领事确认，是合法有效的。那这两份遗嘱哪个更有效啊？根据中国继承法的规定，遗嘱人如果曾经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互抵触的遗嘱时，其中又有公证遗嘱的话，那就以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为准。因此在这两份遗嘱都有效的情况下，加州的这份时间靠后，就应当以加州的这份遗嘱为准了。可是我姑妈，她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这份遗嘱生效的。丽丽，你别担心，我是律师，打官司的事情交给我，有这份遗嘱在，你姑妈她赢不了。我爸他为什么会在加州立一份遗嘱呢？这个就是你爸的家事了，我也不方便说的太多，你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了。你是你爸唯一的孩子，你才是他最关心最在乎的。你觉得我跟 Amber 怎么样？跟 Amber？ 跟你？韩青离婚不会是因为你的介入吧？我没有介入。那就是暗恋。也没有暗恋。那你是要跟他在一起？我讨论的是可行性，未来的可行性。他现在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你觉得可行吗？嗯，那我问你，你都喜欢他什么？第一，他出生的日子6月18日，我喜欢这个数字。第二，他的高考成绩好，说明他的智商不错。第三，他跟同事们很能相处，在办公室里所有的编辑都喜欢他，以后我出去应酬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不用说话了。第四，他办事很有条理，又仔细靠谱。第五，他的脾气比彩虹好，我说什么他很少生我的气。第六，哎，行了，不用再夸了，我知道韩静是个好姑娘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的？还没开始，可行性不高我就不开始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擅长做可行性报告，但是感情这种事情不是在做项目。我查过了，江州市的离婚率是30%，二婚的离婚率是65%，他要再婚的话，我获得幸福的概率并不高，所以我犹豫不决。幸福的事跟概率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就算你喜欢他，那他现在喜欢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太出来。那你这不是烧火棍子一头热吗？
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只是说可能性不高吗？不过自从安博尔出事之后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对女人感兴趣。那我问你，在你准备交女朋友之前，你学会 kiss 了吗？啊？我跟 Amber 从来没有 kiss 过。我当然知道了， Amber 是你的心理老师，她是研究这个的，她理解你啊，但韩青不同啊。不，我不要 kiss。一个 kiss 我能吞下270种的细菌。No kiss, no girlfriend。你跟韩青在一起，是一定要学会 kiss 的，懂吗？没关系，你要是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其实特别简单，就这样。这就是女孩子的嘴唇，懂不懂？看着啊，一定要慢。撅到了之后，懂了吗？试一下。有点感情好吗？我没有感觉。哈、哦、哈，谁回来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大闺女，闺女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儿妈给你煲了排骨汤。哎呦，最近我闺女可真辛苦，你看看瘦，好好补补。来来来来来，我问你。你是不是给季皇的妈妈打过电话？啊，电话？什么电话？你别装糊涂了，行吗？我只是不希望季皇再跟你来往。我没事儿，主动找他妈妈打电话干嘛？我上杆子呀，我你就别编了。季皇说了，你以前就给他妈打过电话，他妈都病成那样了，你告诉他换肾的事干嘛呀？我给他妈打电话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，我就是非常非常礼貌的跟他妈妈说，让他妈劝季皇不要再纠缠你。哎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妈妈要换肾的事儿。这话说回来，我干嘛要骗呢？我骗没骗？我干嘛隐瞒着？你自己打电话给他妈妈问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知道现在死无对证了是吗？你给他妈打完电话当天，他妈就跳楼自杀了啊！好啊，现在我和季皇有杀母之仇了，他不可能和我在一起了。怎么样，你的计划成功了，开心了吧？满意了吗？你妈妈，我只是不喜欢季皇而已，我不可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啊！我对对对、啊，你妈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呀。除了我妈还能有谁？这不就是我妈的惯用伎俩吗？哼，自己的小姐梦没做完，硬加在我身上。妈，我知道您是我妈，我都已经和季皇分手了，我和他分开了，您还要怎么样啊？您要折了他妈妈一条命干嘛呀？您不觉得这么做太过分了吗？不是，彩虹，你今天怎么了你啊？啊，这外头刚回来，你这么多天没见你怎么？你看他今天一回来怎么回事？这胳膊肘往外拐呀，这孩子啊！是，我不喜欢季皇，但是我不管怎么着，我不能做那样的事儿。正因为我是你妈妈，我才对你的事情负责任。不然的话，我管他妈妈怎么回事呢？换不换肾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为了你的幸福才跟你说这些的。我的幸福你真的关心过吗？从头到尾你不就是为了您自己吗？每次都替我做主，替我做主，怎么着？我是您捡来的，您对我有恩，我的一切都由您处置了，是吗？哎，你们娘俩刚一见面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是？哎，彩虹，你妈真的挺想你的，你这样说话，也有点冤枉你妈了。爸，您别说了，这个家就是您最想着她，什么她说的都是对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妈她就是做错了，现在出人命了，你还向着她呀？您有没有原则？连底线都没有了吗？何彩虹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
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妈，你永远别回这个家，你别认我，你滚，你滚，走就走，你一定不认错，我一定就不回来，滚，你滚，你不要回来，你永远都不要回来，你滚，你让他走，哎呀，永远别回来。哎呀，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好啦，别喝这么多了。韩晶，你说我妈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那活活的一条生命就让她给害没了。我要是季皇的话，我得多恨我妈呀。她为什么就不能少管一点闲事呢？那也不一定是你妈呀，你妈虽然脾气大，可是她明事理啊。她明事理，是她对所有人都明事理，她就是对季皇一个人从头到尾她都不讲理。我都听她的话了，我都跟季皇分手了，她怎么就不能撒手呢？她我理解明珠阿姨，就算电话是他打的，可能就是随便说说，最多就是让他儿子不要跟你谈恋爱，怎么可能没事去劝别人跳楼呢？他还用劝吗？他说话那种阴风四起的份儿，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呀。季皇妈妈病了那么多年，她本来就有抑郁症，我妈肯定是说了什么让人想不开的话。彩虹，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呀？我跟你说，韩晴，这就是我妈惯用的伎俩。她第一次发现我和季皇好的时候，她直接打电话打到钟碧去和她妈妈理论。第二次，我爸过生日，季皇提了那么多东西去我们家，我妈劈头盖脸给人骂一顿，酱油泼人家脸上去了。是我妈打的，肯定就是我妈打的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季皇从钟碧回来就对我特别冷淡。他肯定是猜到我妈打电话的事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彩虹怎么样了？她心情不好，让她自己休息会儿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参加集训的登山队要正式出发了，这一走，估计要一两年的时间。变化这么大，那你的公司呢？你的事业呢？都不要了？要啊，我爸还在呢。再说公司上的事情，秦雯也会帮我。啊。哦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想请你帮我照看一下公寓。你看你现在房子是租的，还要付房租，而且离上班的地方也很远，不方便。你如果可以搬到我的公寓来住，一呢可以帮我照看点公寓，二呢还能帮我照顾一下秦妹。嗯，好。只是你这么一走，她肯定有很长时间不能适应。嗨，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主要是秦妹这个人吧，不容易信任别人。你以前做过她的助理，跟她相处过，如果你们两个做邻居的话，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照应一下，对吧？嗯，你说的我一定做到，更何况他还是我老板呢。我发现这段时间你真的变强大了。有吗？能干了，有自信了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嗯，下周。那行，那我下周就搬过去。嗯。这个房子算是我租你的，然后按月给你交房租。房租就不用了吧，我又不缺钱。可是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住着不安心啊。
这样吧，就按照你现在的房租付好吧。可是，不要再争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房租给谁啊？给秦伟就可以，他平时也会帮我管钱的。嗯，好。那我去看看彩虹。好。我们学院的确紧缺教师，但我们需要的主要是熟悉采矿工程、工程测绘、自动化、矿井通风与安全、矿井运输与提升、煤炭深加工与利用之类课程的老师。如果你有地质勘察、工程测量、建筑工程之类的学历，也可以考虑。或者你有财经方面的学历，熟悉工程造价的也行。但是何老师啊，你好像没有这一类的资历啊。啊，哎，我学的是汉语言与文学，文学类的课程我都能教，比如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、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，如果这些你们都不缺，那，大学语文、应用写作、马列原理，这些公共课我也可以教的。我们学院的确在扩招。建制上打算向综合性大学靠拢，中文系师资力量不够，缺一些学术带头人。何老师，我们是非常欢迎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但是我就想不通，何老师为什么要放弃大城市的大好前途到我们这里来呢？我热爱能源，热爱煤矿，对矿工有深厚的感情。哦，你下过矿？没有。那你父亲是矿工？也不是。以前在中壁生活过。这，那你为什么来这儿？不认识这个地方，不认识这里的人，不熟悉这个专业，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。我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，对能源事业十分的热爱。你的爱国情操很伟大，但如果你想来这里教书，得跟我说实话，不然，请恕我们不能录用。哎，院长，院长，是这样，贵院的中文系的季黄老师是我以前的男朋友。嗯，我们因为一些误会而分手了。我不想离开他，可他还是走了。我想跟他在一起。所以你就拿着行李到我们这青山绿水的中壁来了。这也是其一了，但我也十分热爱煤矿事业的。何老师啊，我们学院虽然不大，却也是正规的本科院校。你想来这里教书，是要签合同的，组织关系也要转过来。嗯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一直把感情在心里封存，怕你要的幸福我不能胜任。所以我习惯用怀疑的口吻提醒自己别陷太深，可偏偏一次次追问记忆越加深，这是一场人情内心的旅程。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人值得你奋不顾身，爱是我拥有的最好事。
身份，无需旁人过问，他会给我最安全的后盾。幸福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，不必独自沉沦，因为爱有太多的可能。是否是对的人，让时间来验证，哪怕没有结果，至少我们还有过程。幸福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，不必独自沉沦，因为爱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幸福成两人份，不必独自沉沦，因为爱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别怕，别问，只要倾听我们的心跳声。